下一组可以 call out 的 Bobby No Peace 鸽子。哦，黄皮波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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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他们两个以前是情侣，但是分手了。我想的是留一个很好的合作舞台，你懂吧？你呀，你想做就做呗。在我们两个年纪都很小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其实之前有一起做音乐，或者就说更深的感情在，可能大家随着慢慢长大和大家遇到的道路不一样，所以最后是选择了分开。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能够一起在这个舞台上去做更多的事情，其实也是我们以前约定过的。是的。请告诉大家你们想要 call out 的选手是，不知道鲍比哥会选什么。他是一个思想很前卫的人，你抓不住他那一刻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。我们想选择 C to C。 做啥了？节奏节奏节，有了有了。我们作为成都的新生代，我们来这个节目的初衷，我们是想跟前辈过招。然后我还想说一句话，有我在他输不了。男友力太帅了。我今天最期待的演出就像是一对吵架又要复合的恋人走入婚姻殿堂，然后有三个不同职业的老哥哥来帮他们庆祝，这种感觉。对，我是希望他们会call out到我们，我们可以有瓜可吃，在台上吃瓜，近距离吃瓜。Let's go， 宝弟，宝弟，黑牌，有了。很感恩能有这样一个舞台，能把我们以前的心愿去完成。希望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这是 C to C as paper。Free to the art, you better know us. 为了我们的信念而战。来了来了！玉哥，你们三个像伴郎。是伴郎团。复合，复合。来吧，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自己的队友吧。我们的组合名是什么 ？Make some trouble。Yeah, make some trouble。不是重归于好吗？对呀、，Back to love 嘛。Back to love。我觉得这种东西要看缘分。Yeah。现阶段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了？朋友阶段，朋友阶段，耶！这轮赢了缘分更大，还是输了更大？一定能赢了的面更大，因为能在节目里多接触接触，对吧？啊、，OK， 对吧？这边三位，他们这个好像是有寓意的，是吧？对，我是本场仪式的司仪，大家好。真的是啊！你看，你知道我是女方，派了一个安保啊，我是他的安保。道歉道歉。那旁边这一位呢？是你是过来说那个我不同意，就那个人是不是？五我是过来随个份子。OK， 谁先开始？我们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聊聊下轮要唱什么？对对对，我有点想做走心一点的内容。
但其实我想唱点帅的啊。那你想做哪种？看你呗。那我去试一下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我们 double 一次啊。不 double， 这原则，我做歌的原则不 double。再来一遍嘛。OK OK， 再来一遍吧，再来一遍。我觉得可以不要，重新来一下。我觉得这个高八度好听。再来一遍吧。要不我们再试一个。重新来一下。很棒了已经。再来一遍吧，再来一遍。再铺点东西。我觉得这个很完美啊。对，鸽子超级满意。做歌的原则。这次我们演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娜娜再见》，因为我们一起经历过最不好的时候。现在我看到鲍比哥，其实我对他会更有一种亲人的感觉，然后能够一起做音乐，我觉得其实挺幸运的吧。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释怀吧，遇到这样的我们要一起去做的事情，我还有机会去保护他，换了另外一个角色去保护他。哦，经典手势。打扰，现在把心封锁。I'm not gonna play with your haters. It's time to leave.我的话还是不能跟很多人重逢，他们说钱虽然是深渊，也是我穿越到过去的冲动。我不是靠情绪来调节我瞳孔， Baby girl you know I can do that， 太空回到天空而不是隆重， Baby girl you know I can do that。 Hip Hop 快死了会陪着你重逢，守护的街 Try die for the street， 遇到世界和我爱过的你，遇到世界和我爱过的你。我都找不到理由继续说服我自己，最后那个表情感觉确实不爱了，有种这种感觉，确实不爱了。有像的名字是 Dove 是 peace 的 symbol， Bobby no peace， 好，很美像。